我们再来谈中美战争。现代社会、现代世界，任何的战争，任何的战争都首先是电子战。那么，美国从常用的电子战，那些步枪也好，那些电子战飞机也好，那都是过去式了。那些现在很厉害，是过去式了。现在美国的网络电子定格炸弹，那是真厉害的。也就是说，前30分钟，也就是前10分钟，基本上就可以把中国的所有电子活动全部打掉。在这里，我常常喜欢提到20年以前的伊拉克战争。20年以前的伊拉克战争第一次出现巡航导弹在街头飞翔寻找目标，第一次出现，那时人看的目瞪口呆啊，耳目一新啊。那么现在呢？现在一样，现在更高端、更科技的是，当时，伊拉克的防空设备比前苏联的北方还要坚固，也就是说，前苏联跟伊拉克装备的这个电子长城是非常坚固的，基本上是坚不可摧的。但是被美军的第一颗巡航导弹就打飞了。当时伊拉克飞起了几颗导弹，几乎就没有导弹了。当时伊拉克飞起了几架飞机，三架飞机。结果伊拉克几百架飞机也不飞了。当时伊拉克准备了100万军队，3天就结束了。3天怎么结束的？美军是非常的忙，接待俘虏，整团的投降。从伊拉克的沙漠里自己爬出来投降。带起大队伍，打着白衣服，没有打需要打白旗嘛？没有白旗嘛？投降嘛？打了白的东西，和白东西都没有，就掉一件衣服，就是枪上武器上掉一件衣服，投降，就这么惨。那中国人，中国人认为他自己现在已经很厉害了。我找我的咖啡在哪里？哦，my coffee here。那么现在呢？前三十分钟，就是前十分钟，基本上把中国的这个防空设施就电子这个反应就全部打掉。那么前30分钟，几乎沿海的所有电子设备全部打掉，你的飞机、导弹几乎都是等于零。一些设施需要具体炸掉的，就是用那个网络电子定格炸弹。就是这个区域不会留下任何一点人工痕迹，全部炸掉。那么接下来30分钟呢？接下来30分钟是跟中国留下的最后武器，
共军已竭，共军四军已竭，中国人投降的时间，后三十分钟，前三十分钟就把中国的所有导弹、设施、电子设备打掉，后三十分钟就是跟中国共军和中国人准备的后路，让你整体投降。如果在这三十分钟不投降，大家老百姓如果听过我的节目，你就知道了。如果共军不投降，还要继续顽抗，那中国老百姓你就准备好了，丝都不用收了，等着什么武器把你炸掉。他虽然不是打老百姓，但是现代战争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性的敌人，因为中国的敌人都是藏在中国老百姓之中，都是中国老百姓。中国老百姓就是共军，共军就是中国老百姓，谁都知道。如果后三十分钟共军不宣布投降，意味着所有的人几乎是死无葬身之地。但愿不是这样。你说你还有黑武器，你发射黑武器啊？你黑武器怎么发射呀？即使是你还有后备力量，你发射，你发射就在你中国升空，你就结束了，就炸了当地了。你西南地区，你黑武器升空就结束了。现代战争不是人们想象的，靠人多人少，靠你有一杆枪，我有一杆枪，完全不是那样的。现代战争是根本就看不到人，就是用导弹就结束了。那还是美军的导弹厉害，还是共军导弹厉害？我说美军导弹厉害，共军没有可比性。但中国人不相信，中国人会骂我。但愿中国人不要怎么来。因为不能够尝试，没有你尝试的机会。现代战争一打红了眼以后，基本上整片整片的，就是几乎一个人都不会剩的。你觉得你还有几千辆坦克，你坦克是更不起作用了，你的步兵都不能动，都不能动一下，一动就导弹就来了。就按照过去朝鲜战争都是那样的，动都不能动一下，一动就炸弹来了。现在不是炸弹来了，现在是导弹来了。现在死的就是一大片，不是死几个人。所以现代战争，人们不要去尝试，不要去不相信，宁可相信我说的是真的，不要相信不可能。我在这里的角度哈，没有去侮辱中国人的意思，也没有想让中国人全部死干净的意思，那些跟我们都没有关系。我们仅仅是自媒体，我们仅仅是把我知道的信息，我知道的知识，通过网上传递给朋友们。所以呢，希望朋友们来订阅我的频道，传播我的频道。也就是说，刚才我说的就是头三十分钟把中国的这个所有电子设备全部打掉，就整个中。一般现代战争基本都是晚上，就是基本上战争一打响，就是不可能再有亮了，
你也不可能再有手机了，什么电脑了，不会响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那后三十分钟就是刚才我说的，我反复重复了，这是很重要的，就是跟共军和跟中国人留下投降，整体投降的时间。这个时间如果你没有反应，那可能三十分钟以后就飞机导弹就来了。所以在这里哈，我目的是跟这个中国朋友们传递信息，现在战争不是你们想象那样的。你们知道的知识和你们知道的信息，跟我们知道的美军是完全两码事。我反复重复，我没有这个是中国人怎么样怎么样的意思，因为以前我都有那个习惯，现在我都觉得，啊，中国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嘛，你想杀人就杀人，想吃人吃人，只要你高兴就行。所以我也不想搞那些了。所以希望朋友们订阅我的频道，关注我的 Twitter，收藏我的艺术品。投资我的 studio，以我1000多件艺术品组成一个上市公司。投资我，赞助我，投资我，赞助我，我把我1000多件作品组成一个博物馆。艺术是人类共同财富，是大家的，不是我一个人的。所以呢，需要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投资。Thank you so much. See you tomorrow night.